他为什么没有上台？是因为他比我小。哦，他比你小？一样大，就是我比他大一点点。哦，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吗？啊，你比他大几分钟。那你俩有没有因为说谁能上台谁不能上台在家里面吵架？吵过架。最后你赢了呗？不是，老是弟弟赢。哦，老是弟弟赢。哇，还有其他的理由吗来参加我们节目？我们不是来得奖品的。哦，不是来得奖品的。那你们是来干啥的？我们是来追星的。追星的？我阿婆特别喜欢这个节目。那不用问呢，我不知道哈，我们在你们这样一个国际家庭还这么受欢迎。